嗯，那不会刺人呢、啊？咻！扑通！看攻略解说，等一下有一只鱼，如果没有损血把它打倒了，会得到某个……啊，干 fuck！ 会得到什么某个徽章？你们在唧唧歪歪什么啦？搞不好我行呢、啊。 对我有信心好吗？啊，各位再见了，我看我要去了。啊，看哦 ，no no， 女主角还在哪里？你被杀死了，对不起吧。 飞吧，啾啾！哎呦，没有补血，几掰？这怎么打？哎呦，那有一颗好大好大的爱心！太好了 ，That's I'm talking about。 嘿嘿嘿，麦挠会生气哦！跳，跳，跳！哎呦喂哦！阿娘喂，这个藏的有点多。 哎！啊啊啊！我要求再次。贱呢！ 到底是在搞什么屁呀、啊？哎哎哎哎！哎，是啊 ，nice ni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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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ce，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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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， 太好了，成长 ，OK good。 话说回来，我已经将我所知道的事情都记录在那本笔记本里面。 什么鬼啊！荧幕上显示了些什么？好啦，起来啦！好，柜子，柜子。他说去检查柜子，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。沾满灰尘的笔记本要看笔记本吗？地上所生产的机器人们有着在无法在水中行动的限制。如果他们进水到某个程度，为了防止宕机，会自动将系统给停止。然后以下记述着照顾受浸水机器人的方法。 亲它，它就醒了。学会了基本浸水照顾的方法，借由以上方法进行排水处理，被停止的系统就会自动进行再启动作业。啾啾。
要帮卡莉进行排水处理吗？没问题，接受我的吻，然后就醒了。刚好像有点恶心、欸，醒了吗？哦，醒了，你没事啊，真是太好了，我还以为你已经不行了，我还以为你已经。当你失去意识的时候，我已经什么事都无法思考了。你装备着我的氧气瓶，有好好的发挥它的功能呢。嗯，看来是睡着了。走啦，把它放在这边，先离开吗 ？No， 湿透的床，湿透的床。哎，已经在背上了。好，存档。好了，我们再出发吧。Go go。丢。跳跳，呼，高高高高超走位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觉得那边有点怪怪的，快去摆。跳跳跳，这里就是这里，下不去，下不去。算了，有些事情还是不要勉强的好。跳，我干，有点疼啊，大哥，你们这样弄我，你们好意思哦？好，他们说打这只鱼没有受伤的话，会得到好东西。那我拼死都要得到那个好东西，看我丢死你！Yes。请给我好东西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的梅亚怎么飞走了？哎、欸，回来哦！嗯，异星人的徽章在哪里呀、啊？异星人的徽章呢？给我徽章啊！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明明是外星人的徽章。好啦，算了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他就说可以拿哎、欸，搞不好只是你得到了满血打王打赢的成就，大概就这样吧。好，他没三小路用啊！我的梅亚呢？跑去哪了？跳，哦干！先哎、欸，应该在这里面吧？让我看看 ，open， 哎、欸，没人，好，非常的好，现在没有人。哦，回到亚瑟的小屋，会看到布斯达博士，他会给你推进器。哪有啊？博士人呢？是往生了是不是？好、哦、来了哎、欸！看他没死哎、欸！我去救他，反而死了。我的好心会害死他。是你啊，博士已经得到赤之花了，岛上的秘密卡也已经落入他的手中。看来这个悲剧无法避免了、啊。如果知道会变成这样，那时候就应该答应让树逃离这个地方。获得了推进器等级二，听听我最后的请求。如果你能再见到树的话，那带着他，带着那个孩子逃离这座岛吧。那孩子是版本的女儿，她一直对来这件事，来这座岛这件事很排斥，但又不能放着她一个人，没办法，只能带着她过来。拜托，带着那个孩子逃吧。哦，要先装备齁，装备，丢，别跟了，就这样。好，存档吧。
哦，好猛哎、欸！这可以往上往上飞、欸。哦，这个有点给力了。哎、欸，还不够高啊！干、哦！啊！上不去哎、欸。好不好？看一下攻略，现在告诉我要去哪好了。如果还之前还记得一开始的洞窟，用推进去那边找一开始拿到光拿到枪的地方。哦，所以是走这里的吗？蓄水池？哎、欸，不是啊。定武。哎、欸，我是从哪里掉下来的、啊？一个忘记嘞。干！我怎么用机器？用那个点跳，现在可以跳比较。啊，看这里有敌人。啊！我不会再被戳一下就死了啦！想搞什么小心眼的战术啊？你们这群混蛋！其实现在游戏好像都要搞这种两种隐藏结局，好像就会大家就会疯，像我这样拼了老命疯狂的重新玩都没差的感觉。你知道我做的枪在哪里吗？不知道谁在我睡觉的时候把它偷走了，早知道我就把它放在怀里睡觉。嗯，这把枪不是我的吗？为什么会在你 手上？可不是为了你而做的，还来！北极星被取走了，已经用很久了。我啊，认为武器一定要自己来做，我是以此信念为生。使用其他人做的武器来战斗，然后当成是自己的实力的家伙是笨蛋，然后因为自己实力不足而怪罪到道具上的人更是愚蠢至极。但是刚才看到你使用这把枪之后，突然觉得非常感动。还未完成的枪竟然能使用到这种地步，哼，让你听我发牢骚了。这把枪就交给你吧，当然是已经完成的。你得到了最终完整版北极星，轻变成了图波。丢，好像很强。好了，我们得到第一把神武了。这敌人有点太夸张了，是在搞到真笑哎，是不是？怎么突然变那么多敌人？刚刚有这么多吗？明明就没有哎、欸，是怎样啊？一窝蜂全部跑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武器强，怪物也要更强。那我换这把枪有什么意义啊？他捏捏的。让我看看啦、啊。然后现在要去蛋的回廊。
像不知不觉打到也快中盘了吧？好累啊！是啊，那你应该不喜欢打洛克人吧？这是打洛克人的基础、欸。没事，边走就是要一直边集气。哎、欸，我还没有拿到那个哎、欸，那个在哪里呀、啊？先去迷宫一趟好了，我要先去拿那个防弹衣。然后我一枪丢死你，丢！哦，好像有点痛。哦，是哦。哎、欸，对哈、哦，他们不在这边。啾啾啾啾。其实我觉得那个老皮，其实我觉得他其实比较像蟑螂哎、欸，他不像是那个哎、欸，他真的还蛮像蟑螂的。哦，神闪躲，哦吼吼吼，哎呦呀，好像有点厉害。我不是说老皮，我是说你们刚刚那一个怪，不是你们说很像老皮吗？打开了宝箱，得到了战斗护盾。战斗护盾需要装备吗？应该是不用吧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以为战斗护盾是那个、欸，是被打不会痛哎、欸，我好像误会了什么。我好像已经不需要这个玩意了才对。去商店干嘛？哦，好吧，那我就过去一趟吧。这里吧。无常之心。这干嘛用的？干嘛用的？看不懂哎、欸，那干嘛用的？跳。
为什么有小星星跟着我在跑？什么小星星可以攻击人？哪里？啊干！咻！啊，好强哦！我突然觉得无敌嘞，用这个状态去打刚刚普通的最终 BOSS 应该就完美嘞。丢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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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！现在要去拿蛋的回廊，对不对？蛋的回廊。噔噔噔噔噔！龙诶，装备！嘿，啊，刚没打到，哪里可雷？打开了宝箱，最大弹药数得到5的成长。我来看一下攻略哈，看看啊，打浓岩。干，我被攻略捏了，再看干。四号弹右边有个破掉的窗户可以进去，里面有个宝箱。轻点两下，哦，有点强了哦，看，好像无敌嘞。你是想吓死谁啦？倒数什么啦？哦，然后拿了这个就打完了。张开你的口，看我一枪打死你！
哎、欸，这攻击力有点强哎、欸，这一把。看这攻击力太强了啦，用这打王也太轻松了吧。这根本就洛克人拿到黑盔甲了嘛。哎，看我在看攻略，我在看攻略，我在看攻略，干！干小人呐、哟，这不公平啊，我不看攻略啊。CHERUBICNYO7 晚上好。好啦，再来这里就是他会出来，没错，就是你。No。啊，速通速通，两点前收台啊，看两点前能打到哪里。好，我现在肚子就有点饿嘞，骑车、欸。要换小机枪吗？好了，算了啦，就给他换一换好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突然觉得换了这个推进器就有点危险，很容易失误的。Taro Kika， 晚安，拜拜。啊干！是呢。那个龙的眼睛在流血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好难控制哦，这真的冲的有点快。哦，所以这些龙其实是孵化失败的、哦，只有外面刚刚那个谁博士那个树袋的那一只，才是真的活过来的、哦。啊，其他都是脏笔，就是失败的，是不是？哦。真是意外的发现。晚一点我再去看重播好了，你们刚刚好像重播那边介绍，你们说有看到吗？他们说那个是孵化失败的脏笔。
再见啦。他那个香菇是要干嘛的？哎、欸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好，好啊，很屌啊！真的假的？飞弹也补给了、哦，这么好。好了，一个 ，go go go go。嗯嗯嗯。嗯，小机枪。OK， 好，外币就是直接冲到底就对了。Go go go go！ 好，没有，我在看攻略，我看一下，因为中间可能我爸又有一些武士上的东西 lost 掉了，那我又要重玩的，这没必要啊！一款游戏重玩第三次就真的有点多余喽，又不是《二零古堡二代》，要玩四次才能真正得到完美结局。才能看完所有的剧情呢、欸。二零古堡二代是目前最莫名其妙的一款二零古堡。哎、欸，杜蛙他们在玩游戏啊？他们在玩那个 Killer 吗？还是在干嘛？啊、哦！在打英雄联盟。好啊。别跟他不打了，冲啊！你这头甲龙。我要小机枪，哎 ，SOD 嘞，又看到有看到黑熊挂网，你在说什么？我那条龙没挂骨啊，你累了吗？
阿甘，时光屋来喽！获得了什么、啊？这怎么念啊？反正就计时器嘛，对不对？上面写着什么？为你的意志所着迷，赠予你的道具，愿光荣与热情的挑战者同在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把枪用习惯后，我根本就不会想再用什么小机枪。哎，我觉得这把比那个小机枪还要猛。他只要稍微集气一下，就集到二段，还算蛮快的，我觉得。阿甘飞不过去，好看，好吧，认命点好了。嘿嘿，用力！呵啊！什么？马上又来一只！就是你，长得很畸形的狗。哎，我快破关了，我突然发现。先到右下角可以发现女主角。哪位大大愿意分享懒人？哎、欸，分享铁卷门的懒人包？你是谁？是什么？你忘了我？好难过。这家伙本来倒在水池边，连自己是谁都记不起来了，真是没用的东西。说起来，似乎有种能吃下去后就能恢复记忆的香菇，对他会有用吗？晚点再去找他，然后跟女生哦，要跟旁边的绿衣男讲话。然后地图左上有个增血装置，还有一个房间，两个牢房，可以通到森林。先往地图中间最左边的房间休息室找钓鱼交谈走了，然后拿到钥匙就可以进去，然后传送到亚瑟家，被抓捕抓到监狱，进监狱跟两个人交谈，就会拿到一封信并打开密道。啊！LPK 5936952，晚上好，雷猴啊！我是欧阿雄啊！靠，那么一枪打死他！还可以耶，哦，真的太强了，不换武器了啦，其他武器要是浮云啊，这一把枪还是王道。哦啊熊，黑仔熊啊，啊哦啊仔，不就是大仔的意思，不就在那个台语有时候发音是啊，就是像我以前、啊、家里阿嬤都叫我冤，我以前叫、哦、我叫谢世冤嘛，阿嬤都会叫我冤仔，然后就说 Anna， 我是妹仔，没啊，有没有啊？我是黑仔，黑不就哦，啊就哦啊熊，啊啊这样有没有懂了？
将051036，安安。哎，那回是啥回啦？阿甘，腿居然不够长，机车哎！再一次。No， 先去上面拿东西。金娜，金娜跟金娜，金金有歌的金娜，那个孩子是有歌这个音，金娜金娜。啊，印章是音呐、啊，就音只有 E 跟 N 而已。哎呀，那个念不太清楚，其实又没关系。你总不会在邮局的时候，他说请拿出你的印章，然后你要说我不炸我的金呐、啊，然后他就以为你在说你没带他的小孩。那邮局人员也不是白痴，他已经知道你在说印章啊。这个是要干嘛用的、啊？哦，哦，那个笋子我就不知道了，但是孙子是孙呐，我知道。好饿，好想吃东西啊！我知道啊，有真血啊，我现在要去拿。不行啊，吃麦当劳，打钢夹麦当劳，没事就吃麦当劳，那真的就是会胖。三餐之外的时间乱吃麦当劳，真的也不准。会肥的跟酒桶薄一样。哦，我看一下哦。好了，可以去被抓了。啊，那你体质好嘛？对不对？我只不过出去玩了几天，稍微吃的多了点，我就肥了、欸，好难过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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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信是那个、啊，信是后来才留给你的、啊，不是现在信不是自己去拿的、啊。什么？也开喽！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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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这边上面有什么啊？没有东西嘞，看一下。那，哎、
先回墓地右上角的房间打咕咕。怎么去那里比较快啊？没有啊，要回到那个村庄的那个墓地那里去。糟糕，我脑中的地图好像已经宕机耶。这里会不会比较快一点？哎，干！好像没有快多少欸，还是有点远的感觉啊。有啦有啦，比较轻松啊，少了那个爬外壁那一段。滚！你们这群小肥肥，不要挡住我的路，我要救女人啦。那些要干嘛的啊？那只是纪念品而已哦。酷哦！好，就收集爽用的哦。好，那算了，不理啊。有。啥？丧失记忆？那真是糟糕啊！对了，你想要香菇徽章吗？要吗？哦，好，想，真的不想要。对呀，是吗？要。不是这么想要，对，无论如何都是想要，对，果然还是不要，不是，那么给你吧，得到了香菇徽章，没什么屁用。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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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要干嘛？哈哈，被发现了吗？那只是个普通的徽章，什么？要把我给吃掉？我可是这个洞窟中独一无二、贵重到不能再贵重的香菇啊！可恶啊！我以为我会默不吭声就被你吃了吗？我要杀了你！哦，好凶哦！香菇的大，有点凶哎。哦哦哦，好像有点强。干，这哪一国的香菇啊？这么强啊，会攻击人呢？Biu， 我输了，得到了 Makinon，Mapinon，Map 似乎拥有着能够恢复记忆的功效。好了，我们就把香菇带走了。香菇，你的牺牲会成就了我带走一个女人，感谢你的牺牲。你救了女人，我们永远感谢你。
哪里啊？哎，可以直接到大农场哦，这么酷哦。那我干嘛不用这个就好了？还绕一圈啊？给搞啊！原来在这里啊！啊，鸡歪，你还在钓，完全钓不到鱼。你前面就有一只金枪鱼在对着你喷泡泡，你是怎样啦？来喽，我来救你了，宝贝。喂，你是谁？使用 Mapinon 吗？放入将香菇放入卡利的口中了。啊嘶！点点点，库特，我想起来了，你的名字叫做库特。我游戏玩了三四次之久，玩到现在不知道几个小时之久，我第一次知道我的名字叫做库特。原来我有个名字啊！你和我没错，很久以前地上的国家派来了大量的探索机器人来到这个岛上，其目的是沉睡在这个岛上面的巨大力量——恶魔的王冠。但是我们不一样，我们两个人是为了破坏这股力量而来到这里的。我们来的时候，这个岛上已经一塌糊涂了，被机器人们所破坏，大量的大咪咪也都被杀死了。那真的是很过分的事情。之后终于有一个男人得到了那个恶魔的王冠，机器人们的行动也因此停止，岛上也恢复了平静。但这正是惨剧的开始。得到王冠的那个男人让大咪咪们变成凶暴的咪咪，朝地上进行攻击。我为了阻止这件事，开始和他对抗。当然你也跟我一起。看来我想起来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了。那时候应该是有伤到带着王冠那个男人才是，但最后还是敌不过。你现在有想起什么了吗？没有，我已经没问题了，不用担心我，没关系。啊，对了，请带走他吧，情书。得到了钢铁，屁啦！这明明就钢铁的情，这明明就情书哦。我已经没问题了。这要干嘛用的？唯一可以将背后托付给对方的战友卡利弗雷斯的，这怎么念啊？不会念，算了，一定会在那里再见到面的吧。好了，就这样 ，Go Go。当然，我们的香菇大大就被吃掉了。第一个字我也不会念了。哦，羁绊哦，这叫羁绊吗？羁绊，羁绊。嗯，对啊，他刚刚说地图提到地图右边有一个石像馆，我那个真的不知道要干嘛用的，就是那个会有人做主人的雕像那个地方。再一次的黑仔熊又变成了一只咪咪。好啦，面膜晚安，拜拜。
好，因为他叫 Memodore， 大家都叫他豆豆，然后他的 RC 也叫面膜豆，但是我都叫前面面膜。你想敷了是吧？正在敷啊，这么给力！我来了，博士。肌肤不给力啊，我的肌肤已经悲剧了，完全的就像月球表面一样。然后嘟包的肌肤是好到他用洗面乳洗脸，脸上反而会长痘痘。哇，好爽啊！好，狗狗狗，然后我记得中间一只狗狗会帮我加血，旺旺。哦，我决定了，我要把剩下太阳那个凤梨酥吃掉，太想吃东西。不是你的错觉啊，我真的正在吃东西。
这边听说会变得很难。减肥啊，真的假的？身高体重分享一下。SpongeBob 424，晚安。好久没来了，所以你是因为有我的那个有参加那个什么、啊、粉丝团，所以你才知道我换新台吗？好、哦，上次报过了。172677啊，干！太认真的思考了，你的体重真的是让我认真的思考了一下。啊，干哦！努力找的，你怎么努力找的、啊？分享一下好不好？看，我真的好想知道你们没看到那些资讯，然后又可以找到我的台了，真的很厉害。应该是说。真的很努力耶，一直为了找我的台那么拼。Judy162002，阿甘哦，居然失算了这個距离，真是太令人难过。哎，干这边有点难过哎。哦，靠雨根哦，这么酷！打黑熊什么的，就突然查到了，改以后 ID 要改叫做黑熊什么的。哦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！嘿，谁呀？啊！而且军力是大男儿，男猪汉。好，来了。打字的，哎、欸，这字不能打哎、欸。哦，看，我才刚讲完就突然变小 boss。哦，太猛了，黑仔熊，你的神武实在是太厉害，他就这样变化死了、哦。打开了宝箱，得到了土人型的徽章。这样感觉血量有点不太够哎，怎么样？怎么办？其实我觉得这边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哎。干这个也太无耻了吧！这边，明天要开学，我明天没有开学啊！开学是你们，不是我哎！我12号才开学，开什么玩笑、啊？堂堂大学生，明天哪有就开学这种事情？听说还有些学校到17号才开学，好像就猴子吧。哦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！
黑人熊有够给力的。好啦，地图右上方有很多补品，中间记录房书柜有布斯达博士开发推进器的过程，王座、魔女，然后博士。啊，主要就是多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啊？哇，我的话，我现在是有在练身体，想要长壮一点，可是又怕吃多了会变胖，有压力。因为我之前很胖，瘦下来之后肚子的脂肪没有消，所以我就变得很奇怪体型。上82010828，安安。辛苦你了，看来您盯了很久。哎，大哥，你这样挨有点多发，有点不爽哦。啊，大哥，你怎么可以盯那么多发？机车哎、欸，你是超级强化版的大咪咪吗？你可以盯的有点多。好有啊，你要我秀，我下改天再秀一次给你们看啊。什么？你们才你们十七？军力跟艾迪达十七？骗人！我一直以为你们超过十七耶。13、17、23，有没有25以上的、啊？让我感觉一下，我不是最老的，好不好？来啦，小嫩逼！好，你们在机车什么啊？欸，其实这个武器，这个飞行道具用习惯了，用顺手了，会觉得你的那个活动自由度变蛮高的。啊，饿死了！啾啾啾！啊！饿死！等下23号开学，那个比17号还要晚了，有点猛欸。我觉得12号已经很猛了，居然还有一个更猛了，那太夸张了。看我一枪打死你！我25岁啊，76年次，洗呢？今天一口气跟你对决两次，有点懒哎。好了，快点啦！77，好啊，硬生生就是大你了一咪咪，大了您一咪咪。欸，这边就有第二阶段，我忘了、欸。不要追我啦，凭你现在这样子哪追得到我、啊？喂！哦，开挂开挂！吼吼，轻松呀！
上次看我玩是在玩咒怨，等一下那有点久了，那至少至少三个月前的事情了吧？还是四个月前的事情了？那是我你们刚开始来看台的时候，真的太久了，那个有点远，那个时候我连 RC 都还没开吧？啊，你们怎么每个人都用那种很憨的表情看着我？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对你们动心吗？果然还是洛克人的集气型武器比较强啊！那会不会打这只网也变得很好打、啊？啊，滚啊，臭肥肥！耶 ，Hello， 解决一只喽，比较麻烦的先解决掉了，这个就比较好打了。干，这推进器用上手之后真的超好用的，真的。啊，轻松啊 ，easy man。看一下哦，这武器真的太强了，我觉得这样子两个搭配在一起，你看刚刚打的。有点久了，王那样被我扒两下，人家就死掉了。然后再加上这个推进器，你的移动能力大大提升了，真的是太猛了。讲白了，那个比洛克人要快，还要好用哎。隐藏就是从这边进去的。真卡是谁啊？哎，真卡到底是谁啊？我们游戏中到底哪个地方出现一个叫真卡的？他用着他的魔力受毒，领导着人民之后受到
国民的喜爱及信赖，然后其程度甚至超越了国王。阿嬷哦，那个是阿嬷的名字吗？然后妒忌着波罗斯的国王，将波罗斯给关到了牢房去，受到了相当残酷的刑罚。然后人类真的是相当恐怖的生物呢。哎，有可能哦，因为那个阿嬷好像其实来历不小哎，我记得他不是叫那个直接叫那个什么，叫那个女魔法师叫她是女儿。阿甘，死翘翘了 ，goodbye。好，这边真的蛮难的。阿甘失败了，科技拜。失败了，隔几百。嘿。走吧，孩子。我突然觉得，我们隐藏的最终 BOSS 就去打他刚刚说的那个弟弟，那个有的强大法力的弟弟。应该是这样没有错啦，我个人是这么认为。受到如此过分残酷的刑罚，波罗斯的魔力暴走了，魔力的洪流狂暴，魔力的洪流狂暴的吞咽了整个王国，一夜之间，波罗斯所爱的王国变成布满灰烬的废墟。好，我知道这天使会一直下来，烦嘞、欸。啊，还真是不好搞哎、欸，其实。只要打安全打法啦，不然怎么办呢？不这样子的话，似乎没办法跟到后面。那个计时也不是倒数啊，我不知道那个计时是什么意思。丢死你们两个！DYY 什么东西啊？你们俩声卡将他异常的弟弟幽禁在这座浮在空中的岛上。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，因为要杀了自己的弟弟，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哎，我真的觉得有可能是那个阿姨啊哦，阿姨，你怎么可以点点点杀阿公呢？
慢慢打，慢慢打，不要太急。虽然有时间的问题。啊干！看你们这群小混球的剑还蛮痛的呢。好吧，有点快 hold 不住了，这血量。啊干！被幽禁的博罗斯制作恶魔王冠的是真卡，欸，被幽禁的博罗斯制作恶魔王冠的是真卡的女儿米莉瑟，对，就是那个阿伯啊，没错啦。然后他是被皇冠诅咒，以致无法与逆带着皇冠的人。如果皇冠被破坏，这个诅咒就会解除。然而。啊，算了啦，用了啦，都打到这里来了，烦死了。好烦欸，你们一定要这样子吗？那个爱心都刚好长在那个讨厌的地方欸。然而只要波罗斯还活着，即使皇冠被毁灭了，还是会不断的重生，因为在皇冠之中的波罗斯是如此强大的灵魂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在哪里啊？你有没有办法存档啊？打不开，哎，哦，吓我一跳，我想说干嘛？库特多龙子
金，那最后一个是谁？卡利弗雷斯。简而言之就是没什么录用啊。我要补血啦！叉叉伊恩，晚上好。再不给我补血，我就死翘翘了啦！请你将主人杀掉吧，让米莉莎获得永远的解放，让悲剧不会一再的重复出现。只能够这么做了。主人的名字是波罗斯，是一个因为暴走的魔力连死亡都做不到的男人。丢丢丢丢丢，好，很好，没问题，请给我补血好吗？干，你们很小气耶，补血很难吗？一罐补血要求很过分吗？你终于来了，我的名字是波罗斯。干，你这长得跟你这蛤蟆。好，叉叉一人生日，好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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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，就这样。因为遥远的年代以前，遥远的年代以前，因为我魔力承受酷刑的恐惧，因为我无法承受酷刑的恐惧，使得魔力整个暴走了。这是连持有者我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强大魔力，无法止住失控的魔力，让追随我的人们以及我的孩子和深爱的妻子全部被烈火烧尽，被火焰吞进了而痛苦的人们，我连把目光撇开都做不到，只能够在暴走中看着。那时的我就这样狂笑着，即使真卡将我封印起来，但魔力仍旧持续失控着。我一直在等着能够了结这暴走魔力的人，他的到来。来吧，杀了我吧，否则我将杀了你，大哥。等一下，这不公平啊！我没有补血嘞，啊死！你被杀死了。哦，从好远哦，机车欸。阿甘
在干嘛的？干谁啊？这屁东西啊！出来吧，蛤蟆哥！我要开道具栏，打不进去欸。死你！好啦，最难的，听说最猛的第三阶段来了。哎，大哥，不要开我玩笑啊，你这样我怎么打啊？太急了，太急了！寻求补血，我需要补血。
干，打不到那个机车 ，no。哦，看。啥甩啊？干不是吧？这是打屁呀、啊！阿干！啊！怎么办呢？再挑战一次，失败就下次再说吧。唉，啊嘎！嗯，为什么？其实最大的麻烦是在那个到那个 boss 之前，血没有办法保持那个血量，你知道？你看这边敌人这么多，中间也都没有补血，然后你就这样子一路被大家耗血耗到最后，那真的很难打到最后，你知道？第三层右下两个爱心可以洗血，哪里啊？已经到哪个地方了？好啦，Lisa晚安，拜拜。
真的假的？可以这样秒掉？根本没有空去洗什么第三层等级，根本就没有空去洗啊！干，光忙这个就忙得要死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那个石像之间那边可以去那个，想起来了。他那个也不是无限重生嘛，我以为他那个是会一直无限重生欸，那个。干，等级还不够，糟糕了，糟糕了。
干！死ねえ！うわあ！やあ！什么？还有后面吗？不是吧 ？No！ 哎、欸，啊，电视来啊！电视把阮摕走咯！哦，哈哈哈哈！啊，叫爆头了，他快爆头了！天哪！哎、欸、干，他有蝙蝠翅膀哎、欸！你们打败了波罗斯，而我们的诅咒同时也解除了。在哪里啊？我漏看了吗？贼，嗯，我没看到哎、欸，在哪里？我现在我们再也不用受别人指使了。你之前会把我们当坏人，都是因为皇冠的关系喽。自作自受，首先让波罗斯制作皇冠的人就是米莎莉。嗯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
就是这样哟。所以什么？今后你们要去哪里呢？去哪都行哦。嗯，没错，任务结束了，我现在只想找个可以眺望漂亮风景的地方，悠闲自在过日子。那么什么？我也和你们一起好吗？好啊，三个人一起过生活。看人家是找个电灯泡，我直接找个电视哎。真的，住的地方就交给你喽，要找个好地方哦。没问题，那么好，好好抓紧喽，咻，结局喽。C09288006000068，安安。总是在钓鱼，花园管理者。这个、啊、我要收啦，破关了呢，明天早上8点的班呢。干他的狗还有名字，谁分得出来哪只长什么样子啊？F60615254，安安。还有 A75369958，安安。好，你才刚醒，我就要收了，没有办法、啊。我从几点啊？8点快9点的时候就开台，开到现在了呢。悲哀的真卡之地，波罗斯。什么意思啊 ？KOLIES， 你说什么意思啊？你要讲什么一点因素啊？就是放 WWE 就被人家 ban 掉了。以后林北不敢播影片了啦。小夏晚上好。好，所以你也是自己去找我的台找到了、哦。孵化失败，真的、欸、真的、欸、Dragon Zombie。黑 ID 才是真男人，好啦，算你厉害啦，好不好？真正的杂波干啊！古拉，古拉在哪里？你是那一位古拉吗？应该不是吧，古拉安安。啊啊！奇怪嘞、欸，为什么刚那么安静？我一破关了，我说我要睡觉，人就整个都冒出来了。真的假的？古拉，你还在开台哦？你就好好的开台嘛，跑来这边录小录皮什么、啊？您说是吧？